腰大肌松解要领。特别是这个老美这个肚子非常大，你我们那3寸针根本够不着。那呢，我让他侧身过去，把这一个患侧呢朝上，整个的脏器呢它就移到另外一侧了。这个时候就这个皮肤表面皮肤离着腰大肌呢就更近了，所以我们3寸针呢就能够得到。腰大肌在侧面扎针带起来走这个事儿真是可以发生的，而且呢人家还走得还挺好。这次在泰国我就是给那几个腰痛的人做一个演示，结果呢他们着急嘛。他们从床上自己就下来了，结果呢，就是他去帮别人啊，他帮另外一个人，他带着针呢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呢，咱们这个课呀、啊，咱们这个方法呀、啊，还是在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受到启发，所以我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也会把这些新的技术和做法，拿到我的课件中跟大家分享。所以咱们这个课呀、啊，每时每刻都在更新，每一季都是跟上一季都不一样。比如说德国，我们刚讲完，现在又讲加拿大的，中间差2季，大概2个月时间。学员发现又不一样了，我这里面又变了。